经过了吉隆坡区两场初赛之后，由 Spotlight 主办万能荣誉呈现，海苏影为配合网络媒体，第七届 Spotlight 优选校花校草移师到柔佛，向南马的帅哥美女下战书。柔佛州的校花校草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忽然被你切割。表现好像普普通通嘛。 No No No， 精彩的表演即将开始， Show Time。 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你认识大家好，姓丁，名神定，全名叫丁神定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。哇哇哇，比起吉隆坡区的两场校花校草初赛竞选，这里的选手在才艺表演上无疑更有创意，而且还具有中华特色，比如有人相声，有人打功夫，有人扯铃，当然歌舞表演还是少不了，有些选手啊还大跳 New Jazz， 虽然不正宗，但是还是有板有眼。为了让自己的表演看起来更加具有特色， M3 Lai Kyung Min 和 M4 Lai Ni Leung 还自备了两位舞蹈员，可是由于舞蹈员实在跳得太出色了，结果抢了主角的风头，这不叫做得不偿失咯。入围六强的其中一位校花 F2 钟泽令一曲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，一开声就技压全场，还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，要温暖的怀抱。除了 F2 和 M3 之外，其余四位进入半决赛的参赛者包括 M5 林芳玉、F9 刘普林。花 Ken Chen， F 十 Maggie Homemaker， 2011 Spotlight 校花校草柔佛初选区校花冠军就是艾尔基。哇，好不容易来到我们的半决赛，接下来比赛想尝试一些自己以前有培训过的自己的才艺，钢琴跟唱歌咯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，谢谢。今天很高兴，因为我得到了校草。其实我不会怕，因为我对我自己有信心。我会表演扯铃，可是我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表演，还有火的啊，就灯光的啊。恭喜你们咯，不过要争夺进入决赛的资格，还要看看下个星期槟城的选手有多厉害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啊，你们要加油。有万能，有惊喜，有快乐。